後面落機，跟住之後咧搭高鐵就去到台中，跟住之後咧就去咗嘉義啦，同埋阿里山，然後咧就再落嚟就去咗左營高雄呢一度，就然後再落嚟墾丁。墾丁之後就上嚟，呢度就多倫車站啦。再向上行就慈上食呢個嘅火車便當，再去埋呢個瑞穗牧場度飲牛奶，然後就去花蓮，去唔到嗰個夜市，因為打風。然後就再搭高鐵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去翻嚟台北。然後我哋今日咧就要走啦，去呢一個桃園機場。翻香港。翻香港。